家多謝觀眾。第三咧就係擴大免費子宮頸癌檢驗嘅注射範圍。第四咧就係開展骨質疏鬆篩查嘅服務。第五咧就係打擊性罪行。第六咧就係加強幼兒託管服務。第七咧就係加強離婚支援服務。第八咧就係防止家庭暴力。第九咧就係支援婦女就業。第十咧就係鼓勵生育同埋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婦女喺香港咧就佔嘅人口比例咧係比較多嘅。婦女喺香港咧就唔單止擔起半邊天，亦都係整個香港社會非常之重要嘅組成嘅持份者。婦女嘅聲音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覺得咧係唔足夠嘅。香港嘅政府咧，在婦女政策上面呢也都 是非常之完備，所以呢我希望呢新一屆的政府呢在保護婦女和兒童方面呢是有更加多的政策。今天香港的婦女呢很多時候都面對雙職的困難，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兼顧事業，既要在屋企扶老扶幼，亦都要係成為家庭經濟支柱之一，面對非常之大嘅壓力。但係社會上面咧對保護婦女咧，其實咧仲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好多嘅婦女都話俾我哋聽，佢哋係面對譬如職場嘅性騷擾啊、性暴力嘅問題啊，亦都係缺乏支援。而婦女咧亦都係家庭裏面主要嘅照顧者，喺照顧方面咧亦都係好吃力，因為香港。在很多服務，無論幼兒託管啊，或者安老院舍的服務咧，都是不足的。咁另一方面咧，婦女的健康咧，亦都係有很多嘅危機。有很多婦女的疾病咧，其實都係長期被忽略嘅。無論是乳癌啦、子宮頸癌啦、骨質疏鬆啦，其實咧都係冇足夠的支援。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提出我哋嘅一啲嘅訴求，希望咧李家超先生咧聽到香港婦女嘅聲音。咁跟住我都希望咧，我嘅今日同我一齊嚟嘅多位嘅議員同埋委員咧，都可以約略同大家簡介一下我哋嘅一啲嘅建議嘅。我隔離咧係阿林錦議員。好，咁頭先 EQ 咧都講出咗我哋幾項建議啦。咁其實咧喺我哋早期之前選舉嘅期間咧，都有唔少嘅啲選委都有提及到咧，其實女性嘅生育率咧對我哋未來社會嘅保障前景各方面嘅動力咧，其實都係影響非常之大。但係似乎咧生育率咧喺香港咧持續咧都係比較低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我哋認為咧需要咧就住生育率嗰方面咧。資助翻一啲生育嘅一啲服務啦，縮短翻呢一啲咁樣嘅輪候嘅時間啦，甚至乎輪子銀行呢一方面嘅服務，我哋可唔可以擴大咧？其實好值得我哋思考。我哋自己身邊咧亦都有好多在職嘅一啲女性咧，就算年輕女性咧，對呢方面咧其實壓力都好大。頭先 EQ 都有講到啦，大家又要翻工又要揾食，嗰方面壓力非常之大，咁點樣去做咧？咁提高翻我哋生育率咧，對我哋社會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另外就係家庭友善方面。我哋成日都聽到 work life balance， 咁女性嘅 work life balance 又可以點樣去做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擴大翻短篇工作，再將加埋一啲彈性嘅上班下班時間，對成個家庭嘅影響啊、感情啊各方面咧，其實都係會有好多嘅幫助。加翻一啲家庭嘅時間俾佢哋啦，照顧小朋友嘅壓力亦都唔會咁大啦。家庭嘅一個壓力咧，亦都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呢方面嘅一啲建議咧，可以逐步落實到啦。甚至乎17日嘅一個人命，嗰個年假有薪假，嗰方面係咪可以慢慢去逐步實施到咧？都未定到咧。咁我交翻時間俾我哋嘅禮國嘅特別要嘅分析嘅時間。咁多位傳媒朋友，咁多位市民，大家好。咁啊，頭先咧，阿 EQ 咧都講到啦，喺婦女我哋面對嘅問題入邊咧，先天性我哋未能夠成功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喺上個入面都充斥著有好多嘅性騷擾啦、性暴力啦、性侵犯。而我們女性就是他的受害者，因為當中的大家近來都會比較關顧到的就是家庭暴力的問題，很多時候婦女都是在入面一個啞人，而施虐者往往都是他自己熟悉的，可能是他的另一半。在這裡我都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尤其是對於施虐者，其實應該要加以一個保護，
係盡早了解嘅。咁咧呢一個性暴力咧就從來都係可以有阻止，而幫咧呢一班嘅婦女咧，亦都係受到咧我哋嘅社會幫助。咁另外咧，其實頭先阿 Bill 都提到咧，關於咧職場性騷擾嘅問題咯。咁係呢一個嘅，因為好多嘅婦女，我哋經常性喺個辦公室入邊係受到騷擾，但係我哋係無從地去揾人去求助，亦都唔知道點樣樣可以揾人嚟去舒解佢哋嘅情緒，因為啲教育冇咁做。咁呢樣嘢其實喺政府上面嘅支援咧，我哋見到咧係非常之弱，同埋非常之不足。咁喺呢一方面，係咪政府喺個政策上面應該要加強？譬如喺個平等機會嗰度，因為我哋都有個叫做性別歧視條例入面，咁其實我哋都應該要係加強翻呢一方面嘅關注，係喺個平等機會會唔會喺個辦公室嗰度都設立一啲嘅職位，係做一個嘅協調嘅工作，去解決呢啲問題，正視呢啲嘅問題咧。咁我哋都希望咧，政府政策上面咧，可以提出實質嘅建議，去幫我哋嘅婦女可以面對個問題，令到我哋喺社會上面、喺工作上面、喺家庭上面，我哋都係受到更加多嘅幫助。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將個時間交俾我哋個。可唔可以調一調，就把聲唔到聲？咁多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係民建聯會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龚美芝。咁其實啱啱聽咗好多位嘅委員啊，委員長，好多位講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其實咧，我哋婦聯會咧，希望可以喺啲醫療嘅措施上面咧，得到政府嘅更加多嘅關注嘅。咁例如喺呢個接送免費嘅治療嘅人嘅接種嘅一個接種嘅受眾範圍裏面啦，我哋其實喺一個專家計劃入面咧，已經將小五嘅小六學生咧加咗號。十大婦女政綱的建議，多謝大家。